妈，贝利亚，你为什么切我的英语书啊？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。贝利亚说，他要用他的战斗仪破了唐三哥哥3000米的记录。哎呀，贝利亚，你不要掉以轻心呐，这个3000米的记录是很难破的，有很多人都来挑战，他们根本都破不了。哎，我们看看贝利亚的小球要出发了。哇，这个小球速度好快呀，你看都飞起来了呢。小球还在加速呢，哎，怎么停下来了？贝利亚，你也不行啊。哎，这不是唐三哥哥吗？唐三哥哥又来挑战这个切导仪器了。唐三哥哥，你之前创造的3000米记录到现在还没人破呢。唐三哥哥说了，他今天就要把他那个3000米的记录给破了，这样以后就没人敢挑战他了。哎呀，唐三哥哥，那你要加油吧，我是非常相信你的。哎呦，唐三哥哥的小球又出发了。哇，你看这小球开始提速了，这速度好快呀。哇，这小球还在加速呢。哎呦，这瞬间就达到了1000米，全网多少人超越不了的3000米记录，今天唐三哥哥就要给打破了吗？哎呦，你看这小球都已经到了2000米了。哎呀，这唐三哥哥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，你看小球都2200米了，他还在加速呢。哎，这怎么慢下来了？看来这3000米的记录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打破的。哎呦，你看这次只跑了2490米啊。